本集由 AMD 爸爸赞助播出，又让 BBB 多发了好多片。早餐吃啥？叫个意大利面来吃。敖心没有装啊，敖心没有装，没有很强啊，刚刚就是输在没有装备而已啊。我应该扣着所有的索拉卡，因为那是我必胜的关键。用鹿晗来玩吗？巴龙恩狗分，三星应该还是可以吃。全卖拼看看吗？不会啊，因为钱不够。刚这一轮地牌如果刷卡没有两只二星，就是78只不会全卖。你模式可以不要上吗？我有8折不用上。原本想玩熊的，可是我前面如果卖赛特就不能玩了，太苦了。这边先蹲吧。这边我还是不会升啊。这边给人家录吧，没办法。这还是摆烂流哎！我记得每个新等级开始变不一样啊，没办法，三分之一没办法，要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算我衰啦，三分之一还遇到这种衰事。这把是 Evoker 欸，2468
有种卡死我！阿凡，买错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。应该卖奈德利的咖喱老师，奈德利，干你老师奈德利的。你有种一枪把我砰死！你有种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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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没了！啊，没了！啊，啊，没了！啊，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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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教你们一个方式啊，起手的时候去找谁会拿炮手，谁会拿法师。如果不是，就是影魔。就看你左边。教大家一招了，拿了吧，其实不错。这是好挑的。我不应该拿这个的，浪费钱。他全家不见啦！这就是法师决绝的厉害。卖吧，我们等下不会上这个，亏一块。这边要找第七个法也太白痴了吧？什么？打死！伽罗跟拉赫斯的搭配。兄弟，打不赢我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们家决绝太强啦！这边我会拿夜色远戒，保一下那个其中一个人的命。哦，他或他，稍把他，
哦，加罗吧。哦，他懂哦，分散风险，分散风险。但是他这样子站一起有没有？绝绝最喜欢这样子。我也喜欢你站一起。哇，开两个自然之力耶，他死了，还在嘎巴就开了，好像嘎巴就开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哦，开两个自然之力，完蛋！来看我们喷一个伤害的。YT，Let's go， 直接变烂。你一发没给我死，我就给你死。但是我一发一定给你死，合理吧？笑死。
人是拜托啦，我去订阅一下啦，按赞一下啦，拜托啦，你们留言，留言我也会回。好爽哦！